各大主播都拍的这个软枣啊。真甜，怎么感觉像在吃黑布林大李子一样？我看人家吃一切开，里边都带籽啊，为啥我这没有呢？不推荐你们买啊。不好吃啊。哎呦。这个我买回来放了4天了。刚开始比这还硬，这个还挺甜，这个叫什么？奇果梅软枣猕猴桃，给你们看看里边啊。终于吃到了甜的。